白白的变到这么黑。厚厚的陈年污垢需要多番擦拭清洗。雪隆慈济志工前来协助照顾户巴兰清扫房子。很久没有擦过的，两个老人家将来嘛。以前他不给我们打扫的，健康的时候他自己做的。现在他讲他跌倒了，不能打扫。因为是知道安格巴这里需要家具的打扫，过后就赶过来这里帮忙打扫了。因为也需要梁金刚去帮忙去搬，然后去洗，然后去搬他的床上来。88岁慈济照顾户巴兰与妹妹相依为命，因为腰痛无法打理居家环境，慈济志工前来协助清扫。巴兰，志工长期援助，邻居看在眼里，也加入打扫行列。出去见了家人什么的，他们很高兴。现在他在家里，他就在安家医院，什么感谢他查查什么，他给我们打扫这里，他给我们提篮，给我们吃的，什么他给我们吃的。十位志工接力完成清扫。改善巴兰居住环境卫生。大新闻真善美志工张志亮马来西亚报道。